让我故意给老板闺蜜送信里的衣服。刚订的奶茶送去了。谢霆哥，咋的？这还换人了？啊，没有，我不合计在你闺蜜家吗？咱不得客气点吗？用你客气啊，我帮你把事待着，然后别给我惹事儿。哎，彤哥，你过来一下。干啥呀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啥好东西？看。哎呀，这还能这么多人一起呢？这么刺激吗？那必须呢，啥呀啥呀？哎，你别看啊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别捣乱了。别看，那个你不觉得我今天穿的特别漂亮吗？ 你要信我的哈，你也整个小黑色包的东西吗？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呢？你说的可是我闺蜜的事儿啊！啊，你也可能是撞衫了。那你他妈……哎，你别看啊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别捣乱了。别客气啊，我帮你把事待着，然后别给我惹事儿。别客气，干啥呀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啥好东西？看。哎呀，这还能这么多人一起呢？这么刺激吗？那必须呢，啥呀啥呀？哎，你别看啊，跟你闺蜜买的见面礼。你小子行啊，第一次见面就送人黑丝啊？没有，你指定是误会了。别说你俩指定有事，刚才你俩在那嘀咕啥呢？什么这么多人一起啊？哎呀，宝儿，你想